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相信这个可爱的小频道可以学到很多关于教学班级及课程的分享吗？偷告诉你，在 YouTube 跟脸书订阅按赞的成本是零元。虽然我是数学老师，但是它听起来还不错，对吧？如果你知道这个梗的话，代表你没有买那个 YouTube 的那个会员。各位老师们好，我们今天会拍这个影片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的帮忙。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35年以来一直都很喜欢胡锦鸟，我们每天上班之前都会跟胡锦鸟打个招呼。胡锦鸟是我们每天上班的动力，但就在几天之前，我们的胡锦鸟被偷了。在那之后，我们不知道怎么上班了。方婷她根本没有办法直播。Sony 的创新教室的直播，我是方婷。我要先走了，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录了。不是，你还在直播你？小佑他每一天走到阳台外面，对着天空呐喊。Maggie， 他好像没事，但我总是看他自己一个人在位置上面默默的流泪。所以，凶手在离开之前呢，留了16个信封给我们，说要如果要拯救胡锦鸟，这16封信是唯一的希望。但我们只有几个人，我们哪有可能解得完呢、啊？所以各位老师，今天你们在这边可以帮助我们把胡锦鸟找回来吗？我们拯救胡锦鸟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胡锦鸟被偷走了，不见了，要找凶手，这是线索。找回胡锦鸟。解出来之后呢，各位老师就可以到指定的位置。你们知道哪里是 T 八一？我们这里就是八、啊，我们这里就是八、啊。可是我们不知道 T 八一。T 八一在哪里吗？不是啊，上面也没有写。上面也没写，在哪里呢 ？T 八一直播室就会在你们刚刚门出来的右边。哦。我们进来右边，这里吧，不是，他叫摄影棚，他叫摄影棚，对不对？他要叫直播室吧，就是摄影棚，隔壁间啊，就是我们那一间，我们那一间就是，就是在这一间啊，哦，原来我们这一间就是，该不会维多老师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哦，这太夸张了，这个不是，这一间就是，老师你们是国高中数 A 吗？对。你们没有写出来，对不对？是啊，对对对，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所以你是小天使，对不对？对。找不到直播室在哪？因为我刚刚也找不到你们。走这，走这。出去要找直播。这位是村上龙的话术。村上龙。现在两组 PK， 两组 PK。终于找到了。38已输，输 A， 输 A， 输 A。不行的，38要换掉啊！没有，没有，没有。那这一关呢？跟数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说，一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对吧 ？For example， 一想到 ViewSonic， 你会想到胡锦鸟。对，类似这样。所以呢，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各组先派两个人出来。所以4个人一起讲呢，如果有一个人讲的答案是错的，这个人就 out， 然后只要 out 了一个就补上来两个， out 两个就补上来。所以你们，我怕我在
气势。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出题了。好，一想到加拿大，你会想到什么？一想到加拿大，我会想到中越。Jimmy out。想到澎湖，我会想到小玉。下一个补上来，把自己的东西想一想。好了，可是我们来，吉米又不重要了。没有，但是没有，是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是我们三个没默契。一想到疫情，你会想到什么？一想到疫情，我会想到口罩。你说的，你说的。一想到日本料理，我会想到生鱼片。一想到买 billboard， 你会想到什么？一想到买 billboard， 我会想到 billboard。一想到田馥甄，你会想到什么？一想到田馥甄，我会想到方婷。啊，全员都对了。一想到暑假，你会想到什么？一想到暑假，我会想到元宵。这样就算打平是吧？打平打平二比二。一想到夜市，你会想到什么？一想到夜市，我会想到小吃。臭豆腐。小吃。植物。臭豆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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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二。一想到。Tempo 我紧张了一下。一想到卡片，你会想到什么？为什么没有动手？为什么没有动手？为什么？一想到密室逃脱，你会想到什么？一想到密室逃脱，我会想到小易。一想到吃冰，你会想到什么？一想到吃冰，我会想到夏天。没有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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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呢会有一组密码，带着那组密码呢回到我们刚刚的教室里面。OK， 所以要解出密码再回到教室里面去啊。要解出四个数，我们等他们解出就好。看人家怎么解。小右的生日是10月31号，所以四个数字是1031。它是四个密码吗？四个数字。1031啊。可以这样吗？啊，就回到我们的教室。我觉得这个密室脱卡实在太友善了。另外 YouTube 都喜欢那个偷偷来，哎，我们偷偷拿你的路，哎，乱录乱录。你们第几名？你们结束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告诉你，我们等了你们十几分钟，我们数 B 第一名，我们数 A 数 A， 然后第二名是国文，我们第三名，耶。哎，小心小心小心的，对，东西太多了。对啊，还好没有录到跌倒。你们是第三名，哇，第二名是国文，哇，第一名，我们是第三名。第一名，语文也是有头脑聪明的 ，OK。第一名，我要学英语文也是，语文也是跨领域的，对对对，数学也是解得很厉害的。各组拿回来的那个提示合起来就可以拯救，因为鸟被关在这个行李箱里面了。你确定可以这样吗？你确定？对，这个里面到底什么神奇的三色鸟？到时候打开我们就知道了。我会拿三个小孩的，我想要拿三个小孩的。哎，我帮你照吗？照吗？生活旅游的时候就像这样拍，没有像这样拍，这样就很清楚，有没有？知道。对对对，像这样，对啊。啊，它是广角镜头，所以我一只手伸出去，我们猜吧，就不会那个进来。啊，你广角它的防抖应该说比较不会那么晃啊，所以看我，你看，对啊，通常是专业的。
在三四八就是要到他的云端找他众多作品之一。你看现在这样刷，少说也有几百件作品。等一下，通常要看这些作品是要按订阅才能够看。按订阅哦，对对对对对。嗨嗨，老师，就是这不是拍照，就是只是开始。哎、欸，小雨老师，你来偷学？对啊，来发现了。我在变魔术啊！把它拉开，因为现在我已经传答案了，我已经没办法再改了哈。然后请张景老师把它拉开来。好，所以191嘛，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等一下，如果是191就要鼓掌，知道吗？各位观众，191。可是你应该让他们第二个例子再 test 一次，去证实说你讲的是真的。哦，你说第二个例子吗？对，所以你可以再 cue 第二个人上来，再下来随便写一个，然后再做一次，这样就验证他们就哇，真的是这样。坚信不疑。对，我以为头要先加一点点，可是我们只有八分钟。什么？我以为八分钟太长哎、欸。哎、欸，等一下你们怎么没笑？不是要重来一次。